节目由乐视网出品，乐视平台独播及乐视超级手机联合播出。我从6岁开始学舞蹈，舞蹈跟表演是相通的，所以舞蹈给我的表演带来很多的灵感。很感谢之前有学过舞蹈的这个经历。节目由乐视网出品，乐视平台独播及乐视超级手机联合播出。